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系好安全带。有点抖了，嗯，晃起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咋了？妈妈把安全带给你。没事，没事。大家不要慌张啊！哎，我耳机呢？体谅一下，体谅一下，我耳机。我说好，这位，我耳机，我这位，先不要着急，您先不要着急。行，那你这人怎么？哎呀，要命了！哎，快回去吧，现在电波很厉害，我找很重要。我知道，我一会儿一定帮您寻找好，好吗？我帮您找，先走啊！一定要帮我找到啊！好的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不要慌张，请您尽快入座或者就近坐好。朋友，不要怕，小朋友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大家系好安全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没有系好安全带？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好吗？空中的这个湍流是很正常的现象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来，不、哦，在那种颠簸的情况下，我意识到说，我们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了。这个挑战是我们昨天晚上再怎么练习都无法去预判的挑战。怎么了呢？为什么晃那么厉害？小朋友，这个气流是很正常的，飞机在上面没事的，所以不用害怕。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大家不要慌张啊，你系好安全带啊。喂，组长，请进驾驶舱。好，机长。首长，由于飞机起落架故障，我们决定进行陆地迫降，地点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飞机将在12分钟后着陆，因为是起落架故障，所以翼上出口不能使用，注意向旅客说明情况。明白。我们现在对一下时间，现在是15:15，预计着陆时间2拐。收到。所有乘务员注意，现在是会议紧急会议，由于起落架出现了故障，所以我们需要落地迫降。江楼的机场是成都双流机场，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准备。翼上的出口是不能使用的，啊，好，去准备。好，来执行检查客舱通道，检查滑机预位，关闭厨房电子娱乐系统。检查厨房松散物品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现在代表机长广播，由于本架飞机机械故障，我们决定陆地迫降。机械故障？机械故障迫降？小声点，小声点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迫降？刚才的一阵颠簸都是让我们非常的害怕了，为什么要迫降？这要迫降到哪里去？大家，您先坐，女士，您先坐，请先坐下。为什么要迫降？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各位乘客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安静，我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一定会相信我们，一定会把你们没有安全带回地面。我们还能安全降落吗？请你们机长来给我们解释清楚。我对呀、啊、呀，你陪陪我。没事，放心。所有乘客请系好安全带。因为迫降的那个时间只有12分钟，安抚他们，所以我必须要把每一个步骤要继续完成下去。我们全体机组人员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，请大家保持镇静。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有信心，有能力保证大家的安全。来，请系好安全带，稳住情绪，大家安静，听我们说，听我们讲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乘务员将告知你最近的出口，这个出口可能就在你的周围，请确认至少2个以上。当机长发出撤离指令时，请按照客舱乘务员所指示的方向撤离，不要携带任何物品。客舱确认。坐在这一排的旅客和到这一排的旅客，请注意 ，Passengers sit in this area and this area. Attention, please. 撤离时，请从这一侧的门撤离。如果这边的门不能使用，请从那边的门撤离。
我从哪儿撤离啊？我您是从这边撤离？你是往这边门口，如果这边门口不能出去，就走那边的门口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为了您的安全，现在乘务员将向您介绍两种防冲击姿势。第一种，身体后坐，收紧下颌，上身前俯，头顶前方椅背，双手叠放脑后，双脚平放地面。第二种，身体后坐，收紧下颌，上身前俯，头顶前方椅背，双臂抱紧小腿或膝下环抱，双脚平放地面。当您听到紧迫用力的口令时，采取这种姿势，直到你听到解开安全的口令为止。客舱确认，请做出你的防冲击姿势，让我们检查。两种选一种。你们做得很好，可以放松了。可以放松。听一下。请取下您的眼镜、假牙、助听器，放到你的外衣口袋。必须起开来，为了所有人的安全。对，书包要起下来。对，全体乘务员做好最后准备。检查客舱通道。检查客舱通道。啊。